早知道这个便宜，谁还用玻璃房啊？38平米的铝合金凉亭落地只用2天，双层隔热铝百叶卡扣式安装，50年不漏雨，70年不开裂，电动防风卷帘安装在4面，不仅遮阳隔热，还隔音，由厂家上门组装。感兴趣的留言发您报价单。喜欢在家里聚餐烧烤的朋友可以看看这一套，既可以炭烤也可以电烤，还可以煮茶会客，不烧烤的时候把盖板盖起来，还可以当餐桌使用，桌子采用全铝合金材质，上面还做有 3D 防雾纹设计，美观又大气，椅子可以堆叠收纳，方便使用释放空间，整套桌椅放在花园庭院可以跟家人聚餐烧烤，特别休闲，可以炭烤，可以电烤，还可以火锅，不用的时候呢盖上盖板，还可以当餐桌使用，我们呢还给老板们配我们的一个炭钩，还有烧烤夹，桌子椅子全都是铸铝工艺，日晒雨淋不生锈，打理起来还特别简单，一擦就干净了。现场的是1米2配6张铸铝的椅子，可以放在花园庭院楼顶，室内室外都可以用，可以耐用10几年。